Schlüssel?
不能放松。人家以为我们就是孩子，啊，他完全不在乎我们。是的，他早就没一丁点人性了。我得杀了他！我管你什么狗屁的家庭纠纷！
又有新的。
不久，他就要用你的 Rose 举办仪式。如果成功了，一切就都完了，不管是你的孩子，还是整个村子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阻止仪式的。我要用 Rose 杀了 Miranda。哈哈哈哈！可怜的爸爸，只有你不知道你孩子的力量。 有 Rose， 还有啊。
不久，他就要用你的 Rose 举办仪式。如果成功了，一切就都完了。不管是你的孩子，还是整个村子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阻止仪式的。我要用 Rose 杀了 Miranda。哈哈哈哈！可怜的爸爸，只有你不知道你孩子的力量。有 Rose， 哼，有本事你试试。请随意看。请别在意我。Sayonara。真黑啊。Ha ha ha!
真黑啊，
Thank you.
过手术，这是我的第18次尝试。主体是马虎奥斯卡，20岁，醉酒后失足落井而死，尸体状况良好。胸腔切除完毕，现在切除心脏和主要内脏，在植入控制中。
民以食为天，确保货物比什么都重要，无论什么。我们很快会再见。
欢迎。请别在意我，这些该够了吧？本人精通改造各类武器，而且收费也很便宜。下次再会。
光临不买，出门右拐。请慎重挑选您的武器。你用这个可以横扫全场。太棒了，您明白它的价值吗？本人精通改造各类武器，而且收费也很便宜。不满意？我倒是觉得价格挺公道。活着就注定会挨饿。期待下次合作。
在找什么特别的吗？交给我吧。请别在意我。感谢您的惠顾。是不好对付，可老子已经聊腻了，去死吧！你能听到对吧？有人在等你呢。没时间陪你玩，别耽误我路。
你确实不好对付，可老子已经聊腻了，去死吧！你能听到对吧？有人在等你呢。没时间陪你玩，别挡我路。
不错 ，Winters， 你是骨头硬，不过老子还得领导场叛乱，所以别碍老子的事。这样说过别管的，伊登，你很碍事。你能干什么好事 ，Chris？ 你杀了我老婆，狗娘养的！你以为我杀了米娅？那个不是他，那是 Miranda。什么？他是个生物武器，他改变了外貌，伪装成米娅。看来枪也打不死他，所以现在我。做个了断。胡扯，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？因为我就知道你肯定要插手，这任务够麻烦了，不需要普通市民来缴获。为什么是我们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吧，伊德，好吧，也许我欠你一个解释。把那个扳手给我。长话短说 ，Miranda 是个疯婆子，这村子、这些怪物和畸形都是他终生研究的成果，是一种非常疯狂的霉菌实验。像路易斯安娜的，妈的！一直以来，我以为我能拯救我的家人，现在逃都逃不出去，还能救谁？倒也不是这样，
你来看看这个。几分钟前我的人传来这些。Miranda， 接着看。是 Rose， 天哪，我得快去。冷静点，我的人正在监视那里。但是他们抓了我的孩子。你没搞明白，凭你一个人绝对赢不了 Miranda。我现在要留下来在这里布置炸弹，你去乘那个电梯，我跟你在上面会合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会一起救回你孩子，一定会。一定会。要是让我找到 Miranda， 他就死定了。好了，伊登，这个给你用，早求你务必别莽撞。没有回头路了。金属聚合物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来了 ，Rose。你不单纯，你能
搞笑，你的尸体也会变成我军团的一员。完全的，不知道只有我一个观众。解决了 Heisenberg， 我现在要去找 Miranda， 救回 Rose。我也一起去，你一个人。
太危险了，等在那里听到了吗？伊森，惹死伊森，伊森快回话。米娅，我们的孩子他何等重要，对吧？他是我的一切。我亦如此。Heisenberg 一死，你的线索也断了，你下一步怎么做？不知道，可我要救 Rose。 你向来一无所知是吧？即便我在你家取米尔代之。可怜的伊登，你是谁？ Rose 在哪里？Miranda。 聒噪。还记得 Evelyn 和他的霉菌能力吗？ Rose 是他的后继者。不， Rose 才是 Evelyn 真正完整的形态，他以后可以完全操控人类，而我去拥有。去死吧你这疯婆娘。冷静， Rose 会得救的，因为君主记录了我们的一切，但那时他将作为我女儿重生。他是我的孩子，不是你的。你在哪里？快出来。 Rose 为何会形成？是因为他父母？你真是个特例，不过我已对你了如指掌，你这只实验白鼠已经无用。 Miranda， 有本事你就给我出来啊。别担心约瑟，你的死期已尽，你会被加入君主的记录。稍后我定会采取你的血样，等黎明时分仪式将完成，我将成为他真正的母亲，这血缘将永存。我已等待太久，终于梦想成真，无所谓容器，我等不及再见我真正的孩子了。报告，确认伊森·温特斯已死亡，没能回收尸体，不过我记录了证据。共享你的画面，我想要整理一下情况。我和队伍都大意了。昨天我们袭击了伪装的 Miranda， 可没杀死他。没想到他会装成尸体。因为 Miranda 可能传染了 Ethan， 我强制地带走了他和他女儿 Rose， 可他们的车在路上突然被袭击了。我到现场时， Ethan 和 Rose 都不见了。我最后一次联系伊森的时候，听到了 Miranda 的声音。他杀了伊森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可恶，什么时候才结束？你说的是任务？这一切，三年来一直想做个了断。三年太长了。我们会找到他的，随时听你指挥。BSA 已经到了，还真是分秒必争。改变任务吗？不，
按计划行事，消灭 Miranda， 然后救出 Rose， 这是任务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好戏上演喽，兄弟们，像以前那样开始行动。收到，老大。坚持，我想知道 BSAA 的动向，去调查一下。收到，交给我吧。有战的没一起战斗了，队长。上次什么时候在沙漠？进入些侦查任务，身材都变差了。但多亏你的侦查，我们掌握了 Miranda 的计划。听到他变成米娅的时候，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。脑袋吃了五颗子弹，还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够吓人。喂，阿法，快看这边。BSAA， 这太过分了。畜生！下面看起来挺惨的。你准备怎么接近目标？我们先除掉那东西。我来掩护你，老大，干活了。全体注意，敌方生物武器。收到。我这个位置接触到一群敌方生物武器，比我们预计的要多，小心。BSAA 飞机，两个警卫，我来搞定。别大意。Miranda 肯定也在那里，我们走。发现。生物武器，霉菌可能在散发传染粒子，戴好面罩。喂，老大，是我，我正在准备炮击治愈。收到。我是冰爪，留了点物资在其中一个房子里。没想到 PSAA 这么大张旗鼓。他们也在监视 Miranda， 可能觉得有差什么一样。
捕破眼，我需要支援。看到你了，离目标还有200。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这家伙真大。好了，银宗，给你指个目标了。收到，老大。中了，不错。正在装弹，等一下，有一群乘你那边去了。冒出来的那一股力量，有了你们，仗
交给我，还有诸葛从山那边来。我就在附近，我来处理。发现了条往地下的路，我要下去，你们在地上等着。队长，我把村里的霉菌和贝克尔家的样本做了对比，没有我们在异形里看过的那种基因编辑，那霉菌是从这里来的。
发指示，连口气都不让人喘。我接着往前走，你们都在地上待命。Miranda 是假密啊，那真的在哪里？我不觉得他还有别的利用价值。想不通 Miranda 是怎么知道 Rose 这个人的。也许是哪个霉菌朋友跟他说的。我们以后再想那事，专心计划。找到了，这是君主。Alpha 通知全队，我已经找到了君主。终于能结束这场闹剧了。早就该结束了。N2 炸弹准备完毕，足够把整个村子都给炸飞。我们快离开这里，炸光这地方。我还要解决掉 Miranda， 不能再指望运气了。我进去了。队长，在祭祀地发现 Miranda， 保持距离。我下令前不要轻举妄动。我知道这是马后炮，可我们真该把计划告诉伊森。当时我们没时间，也没想到 Miranda 这么快行动。就算这样，你还是该告诉他。是啊。这里肯定是 Miranda 的实验室。
原来他们在用这个来控制生物武器。Spencer， 这里不会吧？给我把手举起来！琥珀眼，我是 Alpha， Miranda 现在在哪里？还在祭祀地，不管他要干什么，他还待在那里。天哪，还真的是你！很高兴你没事，米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被捉了，还被做了不少实验。等等，你说米娅？米娅 Winters 是个大活人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现在打仗，不过没什么大问题。千万别分心，专心任务，我往祭祀地那边去。等等，别把我留下，你保证过的，你说会保证我们的安全，我们都照你的话去做了。搬到这里每件事，只要全家在一起，这些我都不在乎。你来告诉我，我老公他在哪里？我的孩子在哪里？伊森他不在了，我救不了他，但是还可以救 Rose。快，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。不在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他死了。抱歉，米娅，但我们必须离开。
我们一定要摧毁这村子。不，你搞错了。我本来想保密的，可你根本不明白它有多特别。有人在吗？真冷了。我怎么在这里？冷死了。混蛋，我身体。